Cobarde.哎呀，真对不起，害你给人家骂。哎，算了，我这个人呢，是不理人的，我怎么会介意他怎么对我呢？东家不做西家做喽。哎，对，岳父，嗯，我告诉你，满汉全席那么难，我都吃过了，我就不相信找一份工作比吃满汉全席还难。哎，讲得好。哎，教授，到我家去，我请你吃醉蟹，我那醉蟹请了很久了啊。怎么？吓死人了！你不快去找工作吗？是啊，我应征过十几份工作都不成功，找你来聊天哦。好啊。李博士一家人都是来这儿望名堂。哦。李博士跟我是同事。啊、嗯。吴先富，我帮你介绍，王小牛先生，冯仁富。吴先富你好。你好。这个呢，就是我跟你提过就想欢迎你的马医生。马医生，谢谢谢谢谢谢你，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跟你们说啊，马博士啊，在美国读书的时候，还是跟我同一个教会的学校。真的、啊、这么巧？那我看我们俩很多地方相似，这叫有缘分。不行，我先走了、啊。你是说有事情要跟我讲吗？我跟马医生约了个下午茶，一起去嘛。是啊，相信不如偶遇。不用了，我也约了人，先走了。慢慢慢慢。不方便啊，可以去吃饭了吗？可以。碧桂，快开水。你说医生姐姐，师傅，我不认识他，你不要听他乱说话啊、哦！师傅，不要让他把医生带走。师傅，不要让他拆散我们一家人了。你们在这等着，医生，你跟我来。我就是。我是碧桂的姐姐姚凤英。我知道，屋里坐吧。来，一千已经是个说大不大、说小不小的人。去留那么重要的决定，我觉得还是让他自己去想。只要他说一声跟你走，我不会留他。你真的肯这样做？师父，你不要我啦！你不要答应他嘛！我是让你自己决定，他是不是你亲姐姐，你自己很清楚。你要跟他，还是要跟我生活？碧桂，你跟我好不好？我没有姐姐，我是一个人的，她不是我姐姐。碧桂，你可以生我的气。但是你怎么可以跟个扒手住在一起呢？你要顾着你自己的前途啊！师父已经改邪归正了，我一辈子都要跟着他，你死了这条心吧！碧桂，我求你不要再折磨我！碧桂，碧桂，这是一千自己决定的，我想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姐姐走了，不过他们说在的。你会不会赶我走啊？傻瓜，怎么会呢？你收留我们这么多年，无非是要我们替你赚钱。那个时候啊，你不是好人。那个时候不是好人，那现在呢？现在你不同了。你会关心我们，或许是装出来的，说不定到时候我又再叫你做小姐。我相信你不会。对我那么有信心？知道，我没有一块那么听话，也没有五百
这么惹人喜欢，更没有小芳这么善解人意。那又怎么样呢？你不可以赶我走哦。我一定要赶你走。好。走回家吃饭，小芳会给你开饭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这几箱地砖是我们店里用剩的。哦，我知道老师家最近翻修，如果用得着的话，那就不要浪费了。这么贵重的礼物，我怕受不起啊。哎呀，学生孝敬师长是天经地义，而且我儿子功课又不好，希望老师提醒一点。哎，哪的话呢？坐育英才是我们老师应尽的责任。哦，那就全权拜托了。你放心，我保证他今年一定升学。哦，这样等一下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。好，我不打搅你了。哪里。来，跟老师说再见。再见。走了。哎，你慢走啊。好，谢谢了。你们四个站住。过来。老师平常是怎么教你们的？你平常只会找我们骂我们，没有教我们什么。啊？什么？哦，你平常教我们很多，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样。哎，老师不是叫你们平常要多读些课外书籍吗？那现在印刷公司收那么多课外书籍，这么重，老师一个人搬不动。麻烦你们四位帮老师搬一下，楼上老师的办公室好不好？啊，记得我的座位哦。来，帮忙。哦。时间最短，但触犯校规的次数却是全校之冠，而且他们是破了本校有史以来的纪录。哎，这次又偷了曾老师的钱包。郑小姐，你既是本校的校董，又是他们的推荐人，我们应该听听你的意见。校长，我想他们四个是顽皮了点，但是偷东西，我相信这是一场误会。郑小姐，我教学十几年，我敢夸口一句，我一向把学生当作自己亲人子女看待，难道我会冤枉他们？我放了一个钱包在教室，转头就不见了。其他学生个个身家清白，品行端正，他们是不会的。